今天我们拍一期追风150出口版的一个开箱视频啊，然后顺便测量一下它的这个参数。为了方便拍摄，咱们已经把它从那个箱子里边拿出来了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啊，这个是反曲追风150的这个弓片，它是它整个弓头，看一下。还没有开过，一个复合的弓片，然后前肢，然后一条复合的这个弓弦，这是它的弓头。看一下追风150的这个弓身。这个是出口版的150啊，做工还是比较对得起观众的。看它这个水软印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，这个是带压件片的。看一下配置，自带呢四支攀箭，然后一个快拆的一个箭盒，说明书，还有这个弦蜡、箭头，这个是锁弓头的大螺丝。这个是机械苗，还有一个脚踏，还有一个包。这个就是追风150的所有的配置。这个款是不带助力绳，也没有光瞄的啊。这是后机械苗，然后工具包里边这个前机械苗呢，是装在弓头位置的。看，这里有螺丝孔，是装在这个位置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宽度啊，宽度大约是76公分，这是弓头的这个宽度。看一下这个弓身的长度，长度大约是77公分，这是它的长宽，很轻的一款。看着这个做工是很敦实的，但是一点都不重，很轻的。好嘞，就是这样。